说招收场控和管理，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私聊一下我们三号麦和四号麦去，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号麦和二号麦，对，然后关注一下麦上的主播，大家有花花的送一下花花，谢谢送礼物的哥哥，然后那我们开始第二个吧。好的，然后过十五分钟之后就又是我了。谢谢你送好多荧光棒，么么哒。那我开始啦。
摔了一下。裤子好紧，里面穿的，可能是胖了。哇，谢谢深向哥哥，谢谢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送的棒棒糖，谢谢。然后我们这个就跳那个什么。下一个就跳舞是艺术吧，然后完了之后下一个麦序的话，我们就第一个跳那个什么，跳那个欢快一点的，然后第二个我试了一下，就是穿高跟鞋跳，非常之累，我尽量不摔，假装不摔。然后对大家喜欢梦瑶的可以点点梦瑶的关注。哇，谢谢哥哥，谢谢谢谢清风哥哥，谢谢摄像哥，谢谢大家送礼物，么么哒。嗯呐、然后完了之后我们还有四分多钟的时间，然后我们跳一个我是艺术就下去了，然后过十五分钟就又是我了，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琪琪唱歌，或者说是看他会不会跳舞哈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吧。本频道长期招收场控和管理，大家有需要可以私聊我们麦序的哥哥，再次感谢刚刚所有送礼物的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大锤八十，小锤五十。
好，还有30几秒，大家点点关注吧，再过15分钟这又是我了。对，然后不要离开这个频道，会有接下来的主播给大家带来表演的。我要下去了，一见于我每次都跳着跳着不见了，我这次要打个招呼。那我就走啦，拜拜，15分钟过后就又是我了，等我哟，等我，拜拜。